金牙大状盘问当劳。哎，特首咁凄厉嘅惨叫，真系心痛死香港人咯。喺北京嘅中联办主任，除咗之前话要严惩示威者，再闹话件事唔能够接受啊。哇，不过阿俊杰都未俾警方落案嘅、哦，即系摆明向特区施压，干预香港司法啫。不过俊杰都唔使惊噃，我哋收到风，好多大状都好有兴趣接呢单 case， 帮佢义务辩护啊。啊，到时会唔会系咁呢？包拯之所以报答圣上者，正是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你何名何姓，状告何人？草民报胎，叩见包大人，欲告王氏俊杰袭击草民。曾先生，你话王俊杰系袭击你左边胸口噶，何解当时你系揿住个肚噶啦？你有冇份制定预算案？大人，问题与本案无关、啊。大人，煲胎有冇份制定预算案，绝对同被告点解要去示威系有关嘅。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退堂。会唔会搞成咁就未知。不过既然觉得咁大件事，作为伤者嘅曾荫权，冇理由有特权唔出庭嘅。但万一佢一出庭，俾班大状坐到晕，跟住俾法官话佢系唔诚实嘅证人，就好似老豆猪咁，咁点算啊？嗱，消息就话警方可能会将王俊杰嘅控罪由普通袭击改为轻啲嘅行为不检，咁咪唔使特首上庭咁大镬咯。